洪荒时代，光明与黑暗之战从未停息，邪恶力量即将吞噬一切，痛苦和恐惧像黑暗一样在大地蔓延。黑暗力量虽然强大，但是光明种族百折不挠。啊！当三阳会定黑龙将士，届时天地就会日月无光。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天下人的未来。西岐，战无敌。那我就给你们最黑暗、最绝望的一天。宝贝，我的宝贝呢？他谁啊？陪你一起上路的小伙伴。以后就听我的呗。吓死你！乾坤剑！我是怕你追不上我。